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免退。这应该是打不了的。哎呦！我们一起主要人不齐中。不赚了，兄弟们，这直接打了个一幻视，这怎么打？喂，哎呀，快了一点点。W。Q A， 推不推？推我就把你推，兄弟，你不点信号，算了，他不点信号，我也不推了。我们先拿河蟹吧，先拿个河蟹再说。蓝 buff 都还在啊。哎呦，但不好打呀，兄弟们。我要不反他个这个，刷完了。坏了，死！哎呀！让本就逆风的队友雪上加霜。没事，我 C。没事，兄弟，反正一杠二了，一杠三也没关系，这把舞台还是很大的。打完这把会那个，会跟虎神那个打个五 v 五啊，对，打完这一把会打个五 v 五。但不是德杯的，不是德杯的。能控住吗 ？EQW。
不是德贝的，不打德贝。怎么可能打德贝啊？火男玩的玩起来是真蛮爽的。他会越线 越线吗？不越线这波就算了，他要越线我们这波就抓他一波，不越线抓不死，太耽误时间了。WQ 盘 nice EQW 数字三连，WQ 挂个 EA 炸死亚索，还搁这滑，可以。你们德贝德贝我都不知道，你们这兄弟你真的看过德贝吗？家人们在这里一直问德贝，你真的看过德贝吗？他妈的打两次恶心的要死，还打啥呀啊，你在这炒德贝的，一看他妈自己之前两届估计都没看过。问的我都有点无语。我拿现在就是打野英雄啊，就是打野英雄，隔血了，回家大面具。咱们去拿个风龙吧。对呀、啊，你想看德威，你可以去看呀、啊。我是肯定不会再打了，知道吧？我是最被恶心的那一个人。我天天年打干啥？啊！第一年赢了队友牛逼，输了打野被全锅。第二年决赛碰到个脚本假赛加代打，没人管，就这样子被脚本假赛淘汰了，在决赛被淘汰，太恶心了。Yeah.
漂亮。谢谢梦野的魔法书，谢谢。别的不讲，那是因为别的主播这件事没放在他们的身上，知道吗？你要放在他们身上试试。我们辛辛苦苦打到了决赛，结果对面队伍他妈的请代打开脚本打假赛，然后呢，有人管吗？没有人管，我们就这样被人家淘汰了，冤不冤呢？有人管吗？操！只是没发生在其他主播身上而已，刚好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怎么不能讲？啊？我为啥不能讲呢？那别的主播没遇到啊？他讲啥呢？然后他妈打假赛的什么惩罚都没有，签了个100万的赔偿合同也没人管。那你告诉我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你提到这个，我真的是他妈无语的。抓不暇吧。谢谢梦野的魔法书，谢谢。预判一下，漂亮。应该是死了吧？脚本是自己报拆的还是报的？我就问你兄弟，他们那个队伍找职业选手代练被官方实锤，打假赛被爆出来了，开脚本大家说实话高分段都看得出来，但我问你假赛请代打都找的都干了，他那个那基本上是我觉得实锤脚本的，虽然说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对吧？但是说本来打决赛不是打德杯，咱们都要全程露脸，全程拿手机录像，就全程拍着是你在打。刚好那哥们打到最后两三场，他说手机内存满了，没有录像。再加上他们队请代打，打假赛，你觉得这个开脚本，你觉得还需要什么太确切的证据吗？手机录像就他一个人，他说内存满了，没有录到后面两三局，他刚好那两三局完美发挥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如果当时不是我要去追究这个事情，都没有人管他手机录像，没录，没有人管，离不离谱吗？我就问你们，啊，就这么离谱？我们队凭什么被他们淘汰啊？去年决赛的时候没到底的呀，但是被爆出来之后，他们没有任何惩罚，我们还被淘汰了，你没有人给一个说法的呀。啊，没有人给说法的呀。对啊，就是这么离谱啊。那我问你，你们说让我打德杯的，老子去年被这么搞了，没有人管，我今年为什么要打呢？也不需要我打是吧？我觉得也是，你确实不需要我打的，我只是确实就是这么不公平，明白吗？去年还是我当时去追究，我不追究这个，就这么，人家就打完，人家就进德杯了呀。是我当时去要录像，老乱七八糟的，才把这些事就才挖出来，不然都没人管的。妈挺离谱的，就是去年。所以说不要说别的主播不讲，因为这件事情没发生在他身上，发生在我身上，明白吗？我辛苦打到决赛，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他妈。我能受得了吗？
这要抓上吗？这里没人，稍微蹲一下吧。应该死了，他摸眼出来，手里没有 W 了。刷下野区吧。全部一蓝全线招，这把队友确实都打得不错的。三环，漂亮。谢谢马蒂亚前男友的超粉卡，兄弟，谢谢谢谢谢。上野区野怪估计还在啊。我来了。上河蟹吧，先出面具，肯定先出大面具，然后再买冰杖啊！啊，我当时钱刚好又买了个发电机，第二件还是冰杖的啊，冰杖好。玩火男这点预判都没有，你还怎么玩火男？谢谢这个 O 的超粉卡，谢谢。小龙，火男好玩的很，兄弟们，好玩的很。哇，这牙锁好猛啊！拿小龙吧。能炸多少？9000，炸的火，但是烫的多。
德贝没有，德贝找我打的还是蛮多的啊，像运营跟我讲说之前那个之前的燕轩不是回来直播了吗？运营说他想跟我打，博物也找了我几次想跟我打，啊，待会就跟阿伟玩游戏，啊，我们几个他们几个都还是想打的，但是哎，确实是没办法。 环境太差了，一个 Q。 对面还挺坚持的，啊，蛮坚持的呀，对面。重伤要，我想想，我要不要买个重伤？双可选。哎，先买法穿吧，还是先买法穿吧？不买法穿不行啊。 12:33，搞快搞快！ 我拿那伤害看得好爽啊，看得真的爽，炸不死，哎，死了，漂亮。